哎，大哥，这是再给你买啊，咱哥俩在这么碰干啥呢？糊弄洋鬼子呢？你当时练大哥的时候是这么练的吗？把钱站起来，这谁不我说大哥，这这么个玩意儿杀了谁又能咋的？这杯我要敬父母，我敬叔叔阿姨，祝他们啊在天上天天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来，第三个已经取消了，我们帮你改签同一时间的其他航班。快一点呐，希望来赎我呀！要不是他们打死我了。哎，你叫谁啊？您订的餐。哟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，跟我读。爱马戏，爱马赔不起。你这还缺人吗？白干行不行？您好，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。根据您的资产和用卡情况，您被我行评为优质客户，现在可申请提高信用额度。当然。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在银行做电话销售。那怎么会送起外卖呢？得罪领导，问了些不该问的事儿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。现在长记性了吧？阿良，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一下，办个入籍手续。好啊，杂总。啊，谢谢，杂总。哎呀，我姓杂，杂宝玉的杂。谢谢贾总。谢谢贾总给我这个兼职的机会。你们这儿什么项目什么价格啊？大哥，我主要给您推三款搓啊，英国皇家搓108，美国总统搓118。我觉得大哥你的气质特别适合这个188。省估计，咱们保护民族工业嘛。我一看你就是个爱国人。哎呀，你来这个绝对物超所值，真的，大哥。那得就问我们大哥了。那，大哥，成。等了，大哥说不做了，下次。哎，省估计，省估计。来，大哥。小子，你把我大哥搓好了中，搓不好。看我这俩签子卡在这儿都不疼，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厉害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的四个爪子也不吃素的，知道不？那行了，别吓唬这小弟崽子了。哎，各位兄弟啊，各位兄弟，我呀是这个地方的搓澡领班啊，有什么事呢跟我说，别听这小子瞎咧咧啊。我们这个地方搓澡有统一的价格。88，我大哥不差钱，知道不？躲一边去！大哥，哎，别管这老小子啊，他那个都是老黄历了，都是1.0的搓法，我这起步就2.0。一会儿，大哥啊，我给你免费升级到3.0，啊，3.0正式起步。